你啊！对，标靶标靶，快看熊猫，我标靶分分分，两队竞赛，嗯，好，分分队下喽，好，下喽。他刚刚谁拉团团的？啊？啊，刚刚我拉的哦，但是你不知道我这边有，刚刚你们都是我拉的呢。放在头上也会，头上不会，头上不会。哦，我马上改。哎，我是要动的那个吗？你要动的那个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你改。放在头上也会。嗯。不不不不不，嘣嘣嘣！对，我今天都看不到那个倒数秒数，哎，我都看不到。哎，白痴，这是路上啊！太夸张了啦！一开始有抗性，不会怎么样哦。不是啊，这边全部都是那个数，哎，就不要踩上去就好了。他有说几格内吗？就是就边边的一格，原木的半径一格。哦，好好好。然后树叶的正上方。嗯，来来，工作台团。好。结果他就其实偷偷设定了，工作台站上去也会哦。没有，他说项目而已。凶残。等下说熔炉站在上面会烧伤哦。呵呵呵。这样子还蛮符合那个的啊，附近会热伤哦，你会感到很热哦，哎、要解渴哦，要解渴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解渴，你在叫你的 ID 啊？要喝水，解渴哦，干嘛？要风骨的好吗？干嘛？怎么了？没有啊。哦，我小时候又要摇滚乐了吗？没有，我是嘴巴发出来的。要交流交流电直流电。今天哎、欸，这一场没有开那个吗？没有箱子，是没听说。猪，等一下，我要做东西就把箱子打掉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打猪啊！啊，我打了。哎。那集要升七七了啊！啊，你钓到了吗？啊，你钓到了。那我们去找别的食物来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干嘛羊咩咩？哇，一定三滴血不见哎、欸！钓一下这么痛哦，好恐怖哦！等一下是电流击击棒吧？对啊，那玩电流击击棒哎、欸，这也没东西，所以可以把它变成树皮走过去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树皮算吗？试试看树皮，1.13可以挖树皮。我记得 ID 是不一样。刚刚不是说、啊、我是，我挖掉了，我挖掉了。啊，碰它会怎样？我碰了。嗯，好，没事。耶、yeah! ！啊，树皮先啃树皮，再砍树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也有苹果了。但是你要对，可是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剥皮的。那个像剥皮手，嗯，啊，苹果，耶、yeah ，哇，哇，这个想法真棒，就是因为剥皮的那个方块 ID 一步，嘿，哦、嗯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点，不知道，我觉得等一下就会知道了，看到大家都在剥。啊，你说剥皮没有成就，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对，蛮硬的哎。哇，他们今天挖铁了，好怪啊！我们还在晃 ，open go， 还在地表啃树皮。哎，那如果我们把就是靠近自己的那两格挖掉，然后上面那个都挖原木，然后打架的时候在我们旁边放，不就很爽？可以啊。现在好像有点开心，这样没有把我往中心一点，然后再往下。好啊，这样就可以不太需要岩浆喽。放个树木头在那边就好了。凋零之树，为什么要去中心点？好啊，去中心。往中心。
哦，有羊哎、欸！几级棒？几级棒？中心怎么走啊？中心棒啊！几级？二升级？二升？那级？你们怎么走的啊？就往十负七的方向走，我们还没走，十负七还在附近。这里好多花花草草。我到了。你到了，这么快？刚刚就脱队了。哦，也是啦，十负七。好。现在要记住，树叶不能踩。负七。我是走错方向了，对，我走错方向了。嗨，十这个方向吧，好，跟你走好了。白痴哦，啊，木头变成木材啦，啊，两组多的木材啊。要做陷阱，冬瓜，用油的比较快。要两个。啊，前面有甘蔗哎，好，反切了。踩一下，甘蔗还蛮远的。我们这个如果在地底种树，树突然长出来的话，不只会有人挤到树，还会突然凋零。对啊，不止独长。有没有碳？哦，掉苹果，耶！可是我们没有皮革，对不对？是啊。皮革吗？目前是没有。那我去找一下。到牛牛。去找个。好。串柴树上，可恶。踩在树上。我是单次，现在大家要脱队了。我等一下就回去了，我这边只是在踩、在弄牛而已。弄牛，我在挖炭。啊，牛跑好远，跑到一个尴尬的位置。有牛了，好。有。那我就回去了。好多炭哦，这里。有了，剥皮树，剥皮树。那吉是不是又脱队了？啊？又在队伍上了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队伍在哪里。他不是说中心点啊？中心点，中心点。我应该算是在有一点一半一半中心。居然。反正就是刚刚有岩浆那边啊，水岩浆那边，我在挖那边的碳。不来就要被死，就猪要死掉喽！快保护猪猪！不要打我的猪猪！赶快过来！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我溺水，然后不知道，哇！损两颗，油太爽了！哇，你这个犹太人，什么鬼？完全不懂东西啊！哎呀，哎，纳吉在这啊！看到纳吉 ID 啊！我刚刚就在这边挖碳啊！那过来吧，我挖了铁喽，40多个碳。这里怎么那么多花草啊？这里是繁花森林啊！声音变小声，这样嘞？可以，好。
有火把吗？没有，我有炭，没有火把。你过来吧，坐一下吧。在哪里？等下说我们，哎、欸，对，三B 那边有个洞，这里啊。啊、哦、！Fireball， 谁要盾牌？捡一下，往下插。嗯清晰小鸡的声音啊！我忘记那个了，还声音。嗯，感觉这不叫超级留言，这叫超级提醒了吧？提醒我声音变小。超级提醒，超级牛。好冲高度11吗？啊、哦，太快了！不不不不，在圈内了。重新做标步，换位置了。38不就要往这边走？嗯。要先移动过去吗？还是 你到 S 型过去啊？转过去就好。Yeah.好，我先挖个 S 型哦，哪个方向 ？U 往后啊 ，U 一个，哇，串流中断，哇，你那边电，你那边为什么也不知道爆炸？串流回复，搞时段了，一定是交响乐。你们刚刚到底在讲什么啊？为什么他们刚刚有人说什么爆料什么鬼的？哇，爆料！哦，你说、哦、你说你在讲我们刚刚的那个，我在讲的那个。对啊。哦。可能就变成贝多芬攻击了。贝多金交响乐。前方听起来有洞窟。你们都有盾牌了吗？没、欸，我有了。我没有人没有。刚才我烧铁啊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、欸，那鸡给我几个火把？半都给你。你刚刚说你迷路了吗？啊？刚刚要说什么？你怎样？我说一半给你。不是不是，在找之前。我没有讲话啊。没有没有，是我是我说的吧？我说我做给你啊。哦，哎，火把，啊、火把来了，我来了。他，那还有六个题，我们要做什么？给我盾牌啊！哦，你也没盾牌啊？我以为你有。我没有盾牌啊。啊，刚刚我只做两张而已，一张我的。不过是你盾牌没捡到。欸、在这里，那集过来，我来了，来了，这里，哇，你双手迟钝呢，对呀、啊，迟钝呢，哇，讲起来好像怪怪的，对啊，哦，我这边有洞窟了，有岩间有洞窟，要去吗？到这儿啊，好啊，我好，先过去玩吧。我先过去找。哇哦！左右懂之懂之。哦，哭公声吗？有哭公声。岩浆的声音。12层。11层，你是骂人吗？哎、欸，钻石哎、欸，哇哇哦，就在我们工作，就在我们工作台旁边哦，哇哦，太屌了吧！哇，不错，我吸到两颗，一人一个，先放着。那个你先捡，先放着。差三个。哎，对了，又有一个大哥挖钻石啦、啊！哪里啊？挖洞。哦，
哎、欸，这个钻石好神秘啊！就四个呀，就只有四个，可以做两把锄头。两把锄头吗？看一下，我有。右边哦，岩浆在我这儿。哎、嗯欸，哦，好大一片岩浆。对呀、啊。有什么？一颗钻，没有什么东西。嗯，微信的声音哦，又有钻石喽！哎呦，阿弥陀佛的，阿弥陀佛哦，准备附魔喽！在哪里啊？还有皮哦，有，而且这个钻石的分布还蛮神秘的哦。这个钻石，这个钻石已经不禁让我思考，说这个是不是有调过数值喽？你为什么不先挖这一颗钻石呢？我想说那是看起来只有一颗，哎、欸，一颗也是啊，不要瞧不起一颗好吗？有时候都是少了一颗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先挖一颗也很重要的。这个是不是有调过数值啊？就看它地图生成有没有改啊？感觉是有改，不是这个数量有点多，很夸张。是假的，一定是圣诞老人给我们的礼物。就是我们这一个洞窟里面就有大概三区的钻石矿。哎、欸，钻石啊！对啊，就没有一个啊，就三区啊，很奇怪、欸。太好挖了吧？就觉得很奇妙。可是我们还没有青金石啊。有啊，旁边就青金石啦。哦，好。对啊。你想要什么洞窟？